江南诗歌第675首，我没有灰心过，我没有灰心过，我没有沮丧过，那是因为基督在我里面活。高山挡不住我，苦难吓不住我，因为心中总有一团不会灭的火，是主超然的大爱。深深吸引我，是主超然的能力每天引导我。我要把主的大爱延伸到每一个角落，这是昔日、今日我要唱的歌。让我们一起读圣经，以弗所书三章七至八节。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，是照神的恩赐，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。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，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，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。路加福音二章二十节上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参考圣经，使徒行传一章八节，以弗所书一章十九节。迦南之音，主超然的能力无法测度，引导我把他的大爱传播。主题：侍奉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我不灰心，不沮丧，因为你是我心里那团不灭的火。因为有你在我里面活，我要靠着你的大能，把福音传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。